所以我说啊，你们最害怕的不是后面的老师，是三台摄影机，对不对？还好。对，我早就知道这件事情了。来，这边有一张那个记录单，好，先给你们。来，一人一张哦，一人一张，一人一张。好，哎呦，对哦，早上我们说那个全反射六位吧，没必要，你答应要给我的，我要等你。好，先给大家一个任务，我们早上提到透镜，啊，讲到透镜哈，那透镜的话，它其实。它就会产生折射的现象。好，先给大家一人一个透镜，这个透镜会让你很喜欢，听说啦。你刚刚闻到的汽水就是这个啦。哎，这我家有，水晶包包。对，你刚刚闻到的汽水，听说就是这个。哎呦，这个已经什么？来。一人拿一颗，你要拿两颗也可以，我没意见。一人拿一颗，一人拿一颗。香吗？香还是臭？香啊，那个已经养不大了啦，最大就这样子了啦。来，一人拿一颗，会啊，你用力压当然会破。一人先拿一颗。你要拿两颗也可以啊，一人先拿一颗。来，都有了吗？都有了吗？进来，清退，清退，清退。先拿。有哈，都有拿到。来看一下第一题，你觉得它是哪一种透镜？普透镜。为什么？写下来。因为它那个。哪个？可以啊，你可以醒一醒，没关系。你为什么一定要把它捏爆？奇怪呢，看起来一副就是现人家捏爆的感觉，对不对？这件事情我也干过好几次。来，先写第一题啦。你觉得它是哪一种透镜？凸啊？为什么？写一下。我们早上有讲过凸透镜跟凹透镜它的判断的标准啊。哎，这样子的水晶宝宝哈，你觉得它是凸透镜还是凹透镜？哎、欸，你要写给我的，你名字先写上去。它是凹透镜，因为它是剪到，因为它最靠近的时候它是影像的剪，然后往后拉的时候，变下是剪手变到。等一下再讲这件事情。等一下再来讲这件事情。我们早上已经先各位提到过，你怎么去判断凸透镜跟凹透镜嘛？还记得吗？我们判断的标准是什么？啊，贵铁嘞，你的笔记怎么写的？我们还没讲到影像啊。凸透镜，怎样子的情况叫做凸透镜？中间鼻两侧厚的叫凸透镜嘛？好，你看一下，你觉得这是凸透镜还是凹透镜？是凹透镜。凸凹。是凹透镜。为什么是凹？因为你如果靠得很近的话，它就会变成正。不要讲这件事情，我现在讲的是你怎么去判。我早上有跟大家定义什么叫做凸透镜，什么叫凹透镜嘛？早讲一拿出来。来。你先不要从影像的角度去看，那会有问题。等一下我再跟你讲为什么。对，你先从外观来看，从外观来看，你觉得这是属于凸透镜还是凹透镜？凸。凸。为什么？因为它中间胖胖的。好，中间比较胖嘛，对不对？基本上我们说过哈，中间比较胖的，我们就把它叫凸透镜嘛。好，所以这是凸透镜哦，没有问题，这是一个凸透镜。好，接下来你要做另外一件事情，
很接近了、啊。你手边好像没有带课本哦。没有。你把它靠近你的学习单，贴紧你的学习单，直接贴紧，直接就放在你的学习单上面，看其中一个字。有没有看到？你直接就把它放在你的学习单上面，看其中一个字。好，尽量找那个小一点的字，因为你的水晶宝宝没那么大颗嘛，尽量找小一点的那个字。会变很大。好，你每个人都有一颗啊，林建生你要我吗？你自己拿一颗。对，你手那么嫩哦。对。好，自己都拿一颗哈、哦。你应该只放在纸上面，你看到的像是什么像？看一下哈、哦，把它记录下来。一刚开始你看到的是放大，正立还是倒立？正立。好，所以一刚开始贴紧纸的时候，你看到的是放大正立的像吗？慢慢把它往上抬，慢慢的，很慢很慢，跟我们昨天弄凹面镜一样。慢慢的上来，很慢很慢的上来。越慢越好，它的像有什么变化？对，先放大哦。他说你刚刚往上移的时候，他说还是放大，慢慢的移，慢慢的移，有没有越来越大？有啊，越来越大哈、哦。好，把它写下来。所以你慢慢往上移的时候，要记得记录哈。一刚开始你看到说放大正立的像。好，慢慢往上移的时候，你观察到那个像会越来越大，对不对？好，然后再继续慢慢往上移，你看到什么样子？模糊哈、哦，有一个地方说什么都看不到了。哎，你把那个过程写下来啊、哦。接下来发生什么？接下来发生，接下来发生什么？对。一刚开始说放大正立的像，然后接下来越来越大哦，正立还是倒立？还是正立哈、哦。一刚开始慢慢动，对，然后越来越大嘛。那接下来说越来越，哦，接下来有一个地方是模糊的嘛，你继续往上移，它会发生什么事？继续往上，但是倒立了哈、哦，放大还缩小？慢慢的，一定要慢，你不要一开始又跟那个凹透镜一样，那凹面镜一样。我们那天做凹面镜，那一堆人不晓得在干嘛。慢慢的往上抬，当它变模糊之后，再继续往上抬，它会变成什么样子？有没有看到？你慢慢把它往上抬。对，太高了。太高了，近一点，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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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近一点，好，差不多这样子，然后慢慢往上抬，它变成什么像？倒立了哈、哦，放大还是缩小？缩小。慢一点，慢一点，你才能看到全部的情况。一刚开始倒立的像是放大还是缩小？放大哈、哦，有看到吗？慢一点，你健身，哎，干嘛呢？倒啊，手要够稳。哦，所以接下来你看到的像说变成是放大倒立的像，好，再继续往上抬，会越来越大还是越来越小？越来越小，越来越小哦。对，会越来越小哦。所以一刚开始放大，然后接下来说变得。越来越小，所以哈、哦，你如果去观察它那个现象的话，你水晶宝宝应该只放这边。好，最刚开始你所看到的像，一刚开始你所看到的像说放大正立的像，好，然后继续往上，你刚才看到是越来越大，是越来越小，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大嘛，好，越来越大，好，还是放大正立的像越来越大、哦，大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，它会变成什么样子？没有，刚刚还有一个地方你没有记录吗？我们刚才所讲的。变模糊。
对，它会因它会变得模糊，它会变得模糊，然后继续往上呢，它是变成倒立的像。好，放大还是缩小？放大，还是比原来的字大嘛？哈，然后继续往上的时候会越来越大，还是越来越小？越来越小，越来越小啊。好，你有没有发现这个东西跟我们前面所讲的哪一个东西很类似？凹面镜很像，对不对？你看一下你的笔记，凹面镜书写起来跟这个几乎一模一样，对吧？跟凹面镜很像，所以刚刚志豪才会误会了。你讲的是凹面镜，所以你会一直觉得，如果它是凹，那它会有，它会缩小。对，那就表示它是那个凹透镜，因为你刚才看到的跟凹透，你把凹透跟凹面混在一起的。对，凸透镜，啊、哦，凸透镜跟凹面镜很像啊，凸透镜跟凹面镜很像，好、哦，所以哦，你会看到它成像的情况跟我们昨天用的那个凹面镜书越来越像，会越来越像哦。好，这边有一个很特殊的地方，大家再注意一下。既然一刚开始放大，最后这边说变成缩小，好，在这个过程刚好有一个地方，你找看看有没有一个地方刚好大小相等，跟隔壁的字刚好大小相等，找看看，你移一下看能不能找到一个字跟隔壁的字刚好大小相等。你原本放大嘛，原本放大，然后越来越小，中间是不是刚好会有一个地方是跟旁边那个字大小相等的？你有没有发现？你有没有看到一个大小相等的位置？有哦，你有找到一个大小相等的位置。好，这边有一个很特别的位置，是不是刚好大小相等？好，在这边刚好有一个大小相等的倒立的像，好，哎，对哦，顺便讲一下，顺便提一下，啊？要送我？你说水晶宝宝？对啊。送你整包都没问题，你要拿来吃哦。我没养过哎。所以你们没有养过水晶宝宝吗？没有。从最小颗的时候开始养？没有。没有。最小颗的时候是一年。是哦，你拢无童年。这个不太会大的啦，就差不多这么大颗的啦，这个不会再大下去了。啊，有的会分裂。可是它会缩小，你如果让它干的，它就会缩小了。它就可以再养一次哦。对，再泡水，它又回到原来的大小。干掉又可以再养一次。哎，可是会越来越不漂亮。会越来越不漂亮，那个哎对，会越来越不漂亮就对了。那个就看它本身做的好不好。所以你们怎么没有养过水晶宝宝？有，姚先生把它捏爆了。你干嘛给它捏爆？我就看那个时候一咬就打。奇怪呢。好，来看一下第三题。看一下第三题。对，你们如果真的没养过，我那边有，到时候再给你们养好不好？普通的水就可以了。还是你想要泡汽水？泡汽水可以啊。可以哦。郑重跟各位介绍，趣味大师，销售金球补充包，一包69元，很便宜哦。你可以闻闻看，一颗香死你，一包臭死你。我这刚刚就吵了，就这个啦，就外面买的那个什么金。怎么没有？这个是消臭剂啊，这是除臭剂啊，所以它本来就有那个很恶心的香味。欸、不能放这边，不能放这边，你们又等下拿光了。我拿，我把它来，第三题，第三题，给你。你瞧一下那个大小相等的地方，你们同一组哈，同一组互相帮忙一下，量一下那个距离是多少，量到哪边呢？量到哪边呢？刚刚好这个位置哈，刚刚好这个位置，量到这个水晶宝宝中心点的位置哈，来，
量看看这个距离是多少。你有没有带尺？有啊，来。你至少等一下，至少一组要给我一个答案哦。你们同一组，大家互相帮忙一下。你至少一组要给我一个答案。有没有人手边没有尺的？有没有？没有。没有。有吧？没有。很好。有一支手吧？一支手啊？干嘛给我十块？没事没事。哎，你不是还有100块？那么好。你会后悔。先接你哥哥。来量一下，从这一张纸到水晶宝宝的中心点，在大小相等的这个地方，它的距离是多少？你怎么量的？用尺量。对，1.5。好量吗？怎么量？差到一的地方，这边0.5。所以你这个是估计的，有量过，量过哈，量过。你的尺哈，一般来说，我们大部分的尺会长成这个样子嘛？这边是零、一、二、三，然后这边再分十格嘛，哈。所以你在量的时候，这一段要怎么办？这一段要怎么办？要往上抬一点，就是你量到那个位置再往上抬一点。啊？什么意思？你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？先量这一段，然后呢？加还是减？加。对，这一段你要把它加上去。对，有没有比较简单的方法？不要用到那一段，什么意思？叫不要用到那一段？量到它的底不行，我就是要量到中间。你说不要量到底是这个吗？不要量到这个底啊？什么叫不要量到底？啊，我知道，把纸打穿就好。那你要只要悬空，你更难调整，好不好？不会啊。不会哦，那你试试看。就是那个纸板，然后连着打穿，因为纸板它支撑。一定要搞得这么复杂吗？不过我喜欢这种答案，我已经好久没有发了这个。这是个好答案。有那么久吗？你们才吃掉三包而已。因为人家讲的啊。才吃掉三包。对啊，你有没有什么解决的方法？这边多，这边你不是从零开始啊，你怎么办？你这把尺放在这边，你不是从零开始，你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？把下面切掉。把下面切掉啊！拿不住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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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自己吃。好了，至少它是个方法嘛，对不对？有没有其他的方法？其实志豪讲的这个方法是一个还蛮中肯的方法，只不过你要切嘛。就是你拿另外一把尺，量一下它下面那个间隔多少，然后再移到上面那个量到最终的地方，然后再加上你量到下面那个间隔，减掉，再加一个点。拍手，我起来听不？就是你讲啥？你就是量，把这一段量出来嘛。用另外一把尺量下。对对对，就把这一段量出来嘛。好，然后假设我现在水晶宝宝到这边嘛，所以我是要2公分，再加上这一段嘛，好吧，这是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嘛，对不对？对，其实这是玉姐想出来的，来，好的，好的。你嘛哇？你已经有啊？再一个。你叫腰啊？哇。我说你腰，我知道了。就是用尺量，然后只是直接把那个尺放量，然后这中间那一段就是量好之后再加一公分。再加一公分，因为零跟一只有3公分哦。零跟啊？什么？为什么要加一公分？为什么一定是加一公分？你们一群人只想吃，后面已经量成这个样子了。你们到底有没有在量啊？你就想着我的王子面而已，人家都已经。你在这会盖啊？
其实最简单的解决办法刚刚已经在这边了，在谢启恩这桌啊，你的手被他拿走了，被拿走了，我铁齿不想要碰手，铁齿不想要碰手。其实刚刚正好讲了一个最简单的方法，那一个方法其实你什么事都不用做就有了。直接在另外一边车上磕住，然后接两个。哎。然后我突然想到了，如果那个齿往下再用，那不要有那一段就好了。可不可以？看一下上面，可不可以 ？OK 了吗？可以。有没有更好的方法？直接拿没有那段就好了。对呀，所以才说治好心那个方法是很好的。来，一人给你们一支。再给我量准一点，拜托，拜托，来。哎，至少你那边已经有了哈，我就不给你了。来，你们试试看，这把尺直接你顶到底，就是从零开。所以你们怎么弄的？哦，天哪！你们真的把它弄下去要对吗？可是这边圆的。哦，就搬过来哈。哎，不过哎，不过这个方法也不错啊。切对半。啊？我弄到没有人家做的就是这样子啦，很好，我觉得你们这个方法是很好的，好的。真的、哦，所以是到底是谁先开始的？都有。来，你至少一组给我一个数字吧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慢慢来。进来，进来，仔细量好不好？你们大家互相帮忙，一个人撑住啊。好，还有另外一个很麻烦的事情啊，下面给我中心点。没有啦，是三没错啦，人太大了啦。这个问题会比较难解决哦、喔。底下这边已经可以解决了，那你怎么解决？你刚好量到中间的问题。太胖了、喔。加上会难。哦，是不是加上会难？因为前面的老招。哪一招？那个。三角把个三角形，好，三角形比较好。哦，我懂你的意思。你先量出这一段的直径，然后直接量到底，然后把加上去这样子。好饿哦。好，那你就要先量出它的直径。量角形。好了好了好了，这个是个好方法，对。先给我一个大概的数字就好，你大概目测在中心点，好不好？细节等一下我们再来讨论。你要用什么更精准的方法，我们等一下再来讨论好了。你大概抓一下中心点，哇，出来了，有答案了吗？一点八，来再来，1.75，哦，对了，1.75哦，搞，我天把这个不简单，年轻人有差。不要越来越夸张哦，不要越来越过分哦。1.80，1.80。1.7我已经觉得很厉害了，已经过分，厉害到过分了。3.00。快点快点，讲真的，不要乱。好，3.0哈，好，3.0。两个字有用。好 ，OK， 好。还有没有哪一组还没讲的？1.9999。卖萝卜公位啦，不管。你真的量的，你真的去量。你至少给我七个数字嘛，三、1.8、1.75、1.9，你们呢？1.9。然后1.1，改一下。你们是1.1。好，1.1，1.9是谁的？我不知道，我改一点。你们是改1.1，怎么写的画把它变的？那我们就1.1哈，你们比较小颗，有吗？你们有小到那么小吗？1.4，拿出来会数数了。1.1，真的有差、啊，有差那么多？有差很多。哦，是哦，糟糕，所以我应该早点叫你们量。还有一些原部有差。来，那我们老师肯定要牺牲点。精心挑选一下，还会包，还会包啊，我们还会包。这个应该差不多了啦。哎，这次要准一点哦。你赶快测量了，不要在那边摸了，啊！你一直摸，它会越来越小。
好，可以。这里来，你吓死人！我问你拿去吃了。没有。我们。应该有哎。没关系，等一下再弄。老师，我还有一颗。无语，好可爱哦。好，来你们，赶快先测量。赶快先测量，快点，新的，应该会大小差不多。啊，哎，用手给我吧，啊，不要用抓的，会比较容易破掉。对，再分就好了。你不要找那个最小颗的啦，你不要找那个小颗的，找白色的差不多大小的。蓝色的。不要用那个，这样先量出来，你要玩再玩。找一个大小差不多的，赶快给我一个答案，没那么多时间。给你一点四，陈君亮这一组一点四，我从头开始哈，来一点四，然后一点五，一点四，一点五，两组出来了，二点五，比较大颗差一公分嘞，二点五，那边是二点五，好，佩轩你们那一组嘞，给你哦，给你哦，一二三，这三组都 OK 了，你们是多少？你们两组呢？二点五，这边呢？二点五，又一组二点五了。来，你可以再量一次，快点！你可以多量测量几次，你量好，你确定答案就给我，你不是只有量一次。还有没有？你可以多量几次，然后有答案就给我。二，还有没有？二点五，来再来，你多量几次，多量几次，多量几次。谢启恩，你们再多量一次，再给我一组。我拿最小颗跟最大颗。啊？不要不要，你要拿大小差不多的，你要拿那个最大颗最小颗。我给你的就是给你新的，就是希望。每一组大小是差不多的。1.5，我看一下你们的，我看一下你们的水晶宝宝，来给我，给我。然后你要看吗？给我，先给我。来，2.5是你们哪一组做2.5？你们来给我看，放着。不是这个。2.5的是哪一颗？来给我。好，所以大小没有差很多。大小没有差很多嘛哈，没关系，2.25哦，2.25，2.25，来快点，还有没有哪一组有量出来的？最后面呢？最后你们有出来吗？有没有？你们量出来了吗？二点五，2.5，很明显的，这两组跟大家有很大的差距哈、哦。这是哪两组做的？你看一下，刚好在大小相等的那个位置。对，我的，你们讲的，你要量的是这一段的距离，这一段的距离，不是水晶宝宝的大小哈，这一段的距离。所以你们量水晶宝宝的大小，你在干嘛？快点，来，至少你们再量一次，你们再量水晶宝宝的大小，你们神游去倒位去啊？量，我不是画在这边吗？量这一段的高度。结果你说你怎么不说啦？我刚量起来就2点多啊。量这一段就是你的第三题。2.5。2.5。好，所以这没问题了哈，你们都是2.5嘛哈。大家量出来几乎都差不多，只有这个是2.5，这个是2.25，所以。你要怎么处理这些数据？
还记得吗？我们那时候讲要怎么处理这些数据，二点零去掉。好，因为几乎大家都二点五嘛，二点零这个很明显的，但加差的零点五是有点差距的。啊，把它去掉应该是合理的。二点二五也可以去掉。因为差零点二五。一二三四五六七，七组删掉两组，应该也还能接受啦。对，应该也还能接受啦。假设我现在只有这几组的话，只有三组或四组的话，我二点二五应该会把它保留。不过你们现在组别够多，所以二点二五可以删掉，应该是合理的。所以大家出来的结果几乎很像哦，二点五公分刚好是一个大小相等的一个位置嘛，哈，差不多二点五公分。好，这个二点五是一个很神奇的数字。它是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在里面的，对，它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在里面的，在大小相等的时候，它刚好是二点五公分，哦，这个二点五代表什么意思呢？等一下我们跟你讲，我们先确定另外一件事情哈，我们一直在讲正力导力，什么叫导力啊？什么叫做导力？导力就是，头下脚上的哈。啊，左右有没有变？看一下，再观察一次，你找一个字来看。你讲的倒立，你可以很明显看到上下颠倒了，没有问题。左右呢？左右呢？看一下，你所谓的倒立左右有没有，有没有相反？有哈，有哈，所以特别小，特别留意这件事情哈。一般我们在理化讲倒立这件事情哈。有没有人看到不一样的情况的？左右没相反的，有吧？有看到吧？啊，有没有看到你的水晶宝宝已经变眼了？给你一个任务，让它变成球。把它变回一颗球。我们一般讲倒立，其实包含两个方向哈，一个是上下颠倒，我们这桌很多碎玻璃，你不要把它吃掉啊。它包含两个方向哦，一个是上下，一个是左右，一个是上下，一个是左右啊。所以上下颠倒、左右相反，我们才把它叫倒立哦。OK。哦，这是量指定方法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淡点。哇，太神奇了！所以是直径是一点四点八，没有啦，从三开始哎。哎呦，你看最神奇的是还可以自由移动。好，从三开始啦，好不好？哎。背面。哎呦，一根。背面就无多看。神奇的一件事情，再上起来。然后我跟他抢的，你跟他抢都认识哦。然后不要比。很好。非常好。老师，棒棒的。哎。哎呀，哎，对哦，这样子量半径很快啊，那这样量直径很快啊。对啊。所以到时候你真的可以量完之后，你直接量那个底部，量底部应该比较好量了哈，量底部应该比较好量。对，哎，这个是个好方法。真是莫名其妙被你们搞成这样子，左右相反，注意哈，我们讲的那个倒立是上下颠倒，然后左右也相反的哦，上下颠倒，左右相反。好，接下来有趣的事情在这边，你刚刚哈在观察那个水晶宝宝的时候啊，好，你看一下你第二题。
对，你观察那个水晶宝宝的时候，一刚开始说放大振力的像，好，然后慢慢往上移的时候，接下来是变成倒立的像，好，一刚开始说振力，后来变成倒立，好，振力没问题，就是一模一样，倒立是什么呢？上下颠倒，左右相反，叫做倒立嘛，哈，好，水晶，你底下的那个字哈，透过你那个水晶宝宝，水晶宝宝是凸透镜还是凹透镜？凸透镜嘛哈，然后那个光线透过凸透镜到你的眼睛，你看到了振力的像，也看到倒立的像，好，先振力，然后再倒立嘛，对不对？来，我们接下来做一个实验，你猜猜看，我这边有一个光源，这个字是什么？你认不出来就麻烦了，好亮哈、哦，受不了。F， 啊，这是一个 F 的一个字哈、哦。我这边有一个凸透镜，我现在如果把这一个 F 这一个字哈、哦，透过凸透镜，直接把影像投影在黑板上，你猜它投出来的影像会长成什么样子？上下颠倒左。画下来，画下来，你先画下来。你先把它画下来，你先猜猜看。这个 F 这个字，看清楚哦，我是这样把它投影出去，我这样子把它投影。这个 F 这个字，我这样子把它投影出去，投在黑板上。你觉得黑板上的字会是什么样子？你先不要管放大缩小的问题，好，你只要管它出来是什么样子就好了。先不要管放大缩小，它出来是什么样子？把你认为有可能的都画出来，画在你就画在第四题啊，你直接画下来。我要知道你的答案是什么。没有，你不要担心对错。凸透镜，这是一个凸透镜，是吧？可以让你瞬间眼睛变大，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这样子。好大，好大啊！你看多哇，你看我的眼睛够大了。还是用这个拍。有没有答案呢？想一下，你不是乱猜的，你要从第二题去想哦。你要从第二题去想哦。然后缩小。先不要管放大缩小，说先不要管放大缩小，你先管振力倒立就好。你出来的像，你觉得会是什么样子？你当然，你当时看到一个振力的像嘛，慢慢往上移，说变成看到变成倒立的像，那是你看到的哦。那我现在如果直接利用这个光源把它投影出去，那你觉得投影出来的样子会是什么样子？导引，好，我可以近一点，也可以远一点都没有关系。我可以近一点投，也可以远一点投都没有关系。你把可能的情况都画下来，你认为你猜到的，你可以推想出来。所有可能的情况，你可以讨论一下，你要把你的答案先画出来。快，给你30秒的时间。然后我大概知道。嗯。然后你的凸跟凹对着前面还是上下颠倒？是凹的地方。哪有凸跟凹？这都是凸透镜啊。全部凸，双凸。不管是凹还是凸，只要它中间比较厚，就是凸透镜。好，有没有答案？有哈、哦。来，你上去画，画在旁边。对，陈建阳，你上去画，把你的答案画在那边。你左撇子啊？好，这样子，这两个。还有没有其他答案？好，来。好，所以底下那个是一样的嘛，所以就是三个答案嘛，对不对？就是三个答案嘛。好，阿奶，所以就这样子。没有，有啊，这个有啊，有啊。没有，这个是原本的像。我就是你看到投影出来的像会是什么样子嘛？刚刚陈君亮画出的这样子嘛，这是陈君亮画的嘛？所以这是你的答案。好，有没有第四个答案？
这是什么啦？正下面的导向中间的那个画面。模糊的画面啦、哦。你懂了吧？模糊的画面。你想得到吗？老师，墓地的新十字。有没有第四个答案？有没有第四个答案？没有哈。等会，有哈，还有第四个答案。我想一个非常屌方法。不要乱搞。没有。画上面，画这里。啊。老远都想，远都想你说的了，你就要水线吧。所以呢，这是表示什么意思？我水，那跟他要水晶球，我用水晶球就照了。然后呢，是还的，你赶快。哎，缘分擦掉了，我太喜欢这条。好了，我相信会有这个像，我相信会有这个像，很好。如果清楚的情况之下，这三个来，你觉得是这个的举手。都要投票，你觉得答案是这个的举手。一二三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全班。对啊，全部举手啦，手放下来。21，啊，这两个是在干嘛？陈君亮，你在干嘛？你觉得你自己都推翻了你自己是不是 ？OK， 好，很好。全数通过，21个，21票，所以没有人觉得是右边那两个吗？来，做的答案就出来了，好不好？再一次哈、哦、，F 的这一个项，好 ，F 的这一个项，我把它打开哈、哦，在这边出来的项是，不对，所以呢，你自己都没投票啊？哇，为什么？啊！答案在这里。想起来了吧？所以林老师肯定骗你。对啊。知道为什么了吧？我们的 F 是不是这样子看？这样子看。所以真正的光源形状是什么？对。所以那时候我们在讲平面镜的时候，不是有提到吗？你在讲左右的时候，你的角度可不可以变？不行。所以真正这个光源是不是 F？不是，是长成这副德性的一个不晓什么东西。开口是往左边，所以他现在开口是变成像右边。好、哦，开口变成像右边，脚本来是向下，现在变成向上，所以没有错，它是一个倒立的像。它是一个倒立的像。好、哦，所以这一个倒立的像，哎、欸，我比较好奇的事情是，陈金亮为什么会觉得有这个？不要怀疑。说说看。哪一个？哪一个？因为正向放大。因为你真的从眼睛看到有这个像吗？对不对？因为你真的从眼睛有看到这个像吗？所以你觉得有可能会投出这个像，同意吗？大家同意吗？好，同意。为什么没有人选？因为不敢不举啊，因为全班都举。是什么道理啊？这个团结向心。所以有没有可能是我距离的问题？我如果近一点，会不会真的就投出这个 F？ 因为我刚才站很远嘛。对啊。我们刚才也说，他要在 F 以内，说才可以看得到。那我如果真的让他近一点，这一支的焦距哈，这一支的焦距大概有这么长，这是他的焦距。我帮你量好了，这个凸透镜的焦距有这么长，就是从红色这边开始算，有这么长。所以我如果把它放在一片焦距内，有没有可能真的投影出正力的？有，说不定哦。我们试试看好不好？我现在如果把它放在一片焦距内，好，这样够近了吧？这样够近了，有没有可能可以投出一个正力的像？谢启恩，对，你看谢启恩画的这个跟这多像啊！你怎么那么神啊？哎，还真的蛮像的。你看，就是一副那个，哎呀，不晓得是搞什么东西的东西。对，有没有真的变成一个正立的 F？ 越远好像就越模糊了嘛。
你会发现你不管怎么调好像都调不出那个正立的 F 码，它就是一个模糊的像而已，它就是一个模糊的像而已啊。好，这边其实就牵涉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。对，其实严格说起来，我们看到的像是有两种的，我们看到的像是有两种的啊，一种像是真的光线在这边聚集的像，像这种像的话，光线真的在这边聚集，你可以用一个萤幕把它呈现出来，那你也可以把它遮住，你是可以把它遮住的，那个就像那个看电影啊，看电影最痛恨有人在那边走，对，那看那个影像那飘过去飘过来飘，就那个长了一样，它是真的有光线打在那个萤幕上面的，那你看到的那一个像就是萤幕反射出来的像，这个萤幕反射出来的像，这个萤幕所反射出来的像，反射这个光所看到的像，所以那边真的有光线哦，真的有光线汇聚在那边的啦。那这种真的有真实光线汇聚的像，就像电影那个样子，有真实光线汇聚的像。我们就把这种像叫做实像，还有虚像。对，它是有一个真实光线汇聚的像，还有虚像。换句话说，它真的有光线在这边的，你可以利用一个萤幕去把这个像接住的啦，它可以在纸屏上面成像的，在一个萤幕上面成像的。这个东西我们就把它叫实像啊。好，像这种投影机就是啦，投影机你说可以把它挡住，那个东西就是实像，你可以真实在萤幕上面呈现出一个清晰的像的，那个叫实像。所以我们用透镜，在这边你可以在黑板上面看到这个像，这个像就是一个实像，它就是一个实像啊，放大还缩小？放大。所以放大说是在，放大这个位置，对吧？在这个位置嘛，在这个位置，它是一个放大的像，它是一个放大的像。可是呢？还有另外一种像比较特别，它不是真实光线汇聚的，我们把这种像叫做虚像。这个就像电影啊，我们最常举的例子其实就是像电影萤幕一样的那一种像，投影机啊，或者是电影萤幕啊。最近最红的电影是什么？你的名字。所以对你们来讲，今天最火的电影是你的名字。我的名字不好看。我的名字。是哦。啊，我以为你们的答案会是那个。主角超帅，没有问题啊你。那一部李安最近拍的那部叫什么？下面。什么一个军人家。对，我怎么忽然忘记他的片名？糟糕。我怎么忽然忘记那个片名了？叫你什么说？对，所以对你们来说是你的名字，很好。它不是实际光线汇聚的像哦。它不是实际光线汇聚的像啊，比如说像什么呢？我们在做平面镜的时候，你去照镜子，你会看到里面的像人在这边吗？哎呦，这是什么人啊？吓死了！你会看到同一个人在这里，你会看到同一个人在这边。后面真的有这个人吗？你看到这个人是他反射出光线的吗？你看到的这个人，你在镜子前面看到镜子里面的那一个人。是他真的反射出光线吗？真的有那个人在那边吗？没有啊，
有就可怕了，你知道吗？有晚上你就要吓死了，晚上就不要出去乱照镜子了。光线说是反射过来的，然后再往后延伸到这边了嘛，再往后延伸到这里的嘛，对吧？还记得吧？我们那时候有画过这个图形，所以实际上这个影像存不存在？不存在，它那个位置实际上是没东西的，它是反射光的结果。然后呢，我们的眼睛，我们那一天有特别提到过哦，我们眼睛是不是只能跑直线而已？跑直线延伸过去之后，你会觉得影像在这一个地方，这种像我们就叫做虚像。所以你看到的这个像其实是什么东西？虚像啊，它根本没有在那边出现。好，重点来了，你的眼睛分得出来吗？分不出来啊，不要相信你的眼睛，假的，业障重。对，你的眼睛分不出实像虚像的哦，是分不出来的，啊，是分不出来的，好不好？来，先到这边，这一张还没写完哦，后面还有，明天再讲。啊，对，我明天没课了，先留着，先留着，啊，我最好是的，不要害人。对，下礼拜我们再把它讲完哈，你在后面再来写，好不好？好了，先下课了，先下课。哎，该留下来的留下来。好了，东西收一收，东西收一收，然后把那个水晶宝宝，我已经毁尸灭迹变钻石粉的哦，把我擦干净。可以拿一个老师的吗？可以。然后吃。啊，对，吃也还我啊。那个桌子清一清，桌子清一清。好了，拿了，小心不要打破了。然后你们觉得？哎。